让人大开眼界啊！这几个洞穴的形成真是太美了。发兔带你看看世界上最神奇的三个洞穴。第三名，寒松洞。这个洞穴位于越南枫芽者榜国家公园。看到这个洞穴第一眼，发兔就被它的壮观所震慑到，可以说洞内的风景是绝无仅有的。该洞内部还有一个巨大的钟乳石景观，看着很震撼。讲真，发兔真是超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第二名，瓦特纳冰原的冰洞。这个洞穴隐藏在一个冰岛的冰川里，洞穴里很凉爽，与一些黑暗沉闷的地下岩洞不同，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冰的光滑形态和色彩，到处都是蓝色的。不过这个洞穴危险性极高，因为洞穴是不停移动的。第一名，马纳斯给火山附近的冰洞。这个洞穴位于俄罗斯，第一眼看到这个洞穴，说实话真的是惊艳到发兔了。一眼看去，整个洞穴不仅壮观，而且还绚丽多彩。你瞧，在阳光折射的作用下，洞穴内的冰呈现出彩虹般的颜色，看着既神秘又奇幻，非常震撼。